事情是这样的，受到 OPPO 的邀请，前几天我参加了 OPPO 校园同伙之城的活动。这个活动召集了42名创作者，由6位优秀的队长分别带领。同时每组都有一个课题，我们需要创造作品来回答这些课题。而我们抽到的是你想在什么样的平台成长。由于我们这个队伍大多数都是音乐人，所以我们准备以音乐的方式来作答。于是昨天我们已经连夜把歌词不是我们啊，就是两位 rapper 老师我们就是蹭一下，然后一早就来练歌了。老师你的袜子好粉嫩哦，我乱了。嘚儿一早上就来给我拍镜头，真的是辛苦了。哎，我发现你的歌词比我多一个字儿，是不是他们对你的期待比较高？是的，所以他经历了这一项目能再试着扬眉吐气了。您倒是让别人扬眉吐气，自己却没吐气了。但是我们练习练习再练习，所以虽然我小聪明，我的名叫水晶，希望和这些共鸣，我的作品都走心，希望平台给我机会，同样也能让我成长，微光会相互依偎，用爱给我更多营养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给自己找乐子。可以前后词。甚至还达成了合作意向。咱们中间人什么都没捞着。对，郎总什么时候安排我？这个带叶子很好，很唯美。别动。他这样说了这句话，再说一遍。郎总，什么时候安排我？嘿嗨，太巧了！哎，你们在干嘛呢？你们怎么在这？凯翔，你来照顾一下。这个人为了不给人家买单，然后装作偶遇的样子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录音棚。录完郎家的。然后录你的，然后再录他们两个女孩的，那就直接说。好的好的。我们这次的解题就是写歌的写歌，唱歌的唱歌，拉琴的拉琴，做视频的做视频，做动画的做动画。给你看一下，非常酷。这个会放在我们最后表演的那个大幕上。有点小紧张，刚才去上个厕所，大家晓得我会就是啥子不虚噻哈，但是真的到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虚。先录 rap 吧，就这样。我的 rap 应该没啥问题，很快我先把你的 rap 搞定。来，准备好，我们先试一遍啊。好的。虽然我是小丑，我的名字叫水晶，希望获得些共鸣，我的作品都走心。几笔错。牛逼，就是稍微有点抢。微光汇聚，相互依偎，用爱给我更多的营养。还记得第一次。最后一句稍微那个啥了，快了。补一下最后一句，好吧。好的。微光，从微光开始啊。微光汇聚，相互依偎，用爱给我更多营养。不需要断句，不需要气口，一句话直接唱完就好了。希望平台给我机会，同样也能让我成长。微光汇聚，相互依偎，用爱给我更多的营养。还记得可以。Crystal 是真的有天赋的，那不是吗？老师觉得呢？我觉得他妈妈可能要担心他的饭碗了。来，虎哥啊，虎哥啊，点评你嘛，就是一定要夸你们啊，不用不用，老师嘛，就是要溜套呗。那我就说实话，你别伤心。好的，我觉得你真的太牛逼了，中国女 rapper 第一，哇，没有无人能及。他刚才说，因为你的出现让娃娃的饭不饱，对，是我说的。刚刚有人，华姐这个话和我没关系啊。最后一天我们来到同伙之城，除了用作品可以赢得观众的 OB， 也可以在市集上摆摊赚取 OB。 因为最后的总冠军是队伍 OB 组合，所以这是我们的摊位。我们有 Q 版头像、狼家子鱼面人、人体彩绘、拍立得、冯氏专业理疗、套圈、小提琴演奏。您今天赚了多少钱啊？大概1000左右。真的，主要是还获得了波比的赞赏。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外场的这个市集，我是一个销售员，我销售啊，你看看我这个汗流浃背的，但是我现在要马上表演了，所以我得补一下妆。谢谢所有在现场的人，很多人让我们真正好的平台。加油加油。跟天地不同行，希望你能够在，结果也存在，今天也和他说够想到。
其实在上台之前我还非常非常紧张，因为从拿到题目到表演只有48小时，可是当我站在舞台上，我真的就是非常非常享受我们的表演。所以如果一个平台可以让你很享受，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的平台，这就是我们的答案。在过去短短48小时，想到我们的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争吵，第一次和声，第一次彩排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演出，我的心中只有感激。感谢我可以遇到这么有趣又可爱的小伙伴，感谢我们每个人都想为集体做一份贡献，感谢 OPPO Campus 能提供这样一个平台。哦对了，还有一个小彩蛋，那天我还获得了 OPPO 中国区总裁的特殊 OB， 就是10万块钱的梦想启动基金。其实我觉得和其他同学相比，我真的没有很突出的才艺，就像那句歌词唱的一样，我是小透明，我的名字叫水晶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小透明也可以被发现，小透明也可以很耀眼，不信你听。